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迁贡下士师，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给您续上一杯茶，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听大禹，话说宋朝。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搜索大禹茶馆，选择收听。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咱们说到英年早逝，廷尉撒手西去，明争暗斗，元佐财重千套。时间进入了宋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刚过正月，赵光义从凡人的加持当中啊挣脱出来，一件空前重大的事儿要让他做决断了。什么事儿呢？伐辽的时机到了，打还是不打，这是一个问题。你看辽国的现状啊，不是糟透了，而是太烂太恶心，已经腐朽了。回到上一届国王耶律贤死的时候，没等宣召当时的辽国南院枢密使韩德让，就带着亲兵直奔皇宫，干什么呀？很香艳，他是太后萧燕燕的情人，他帮着把他12岁的小儿子啊，不是他韩德让的小儿子啊，是萧燕燕的12岁的小儿子耶律隆绪扶上了辽国国王的宝座，然后两个人开始公开的双宿双飞，是彻底夫妻了。哎呀，真是纲常大乱。这还不算，此人更加得志便猖狂，哎，十足的小人嘴脸。辽国的皇族涿州刺史耶律虎骨只是因为顶撞了他几句，他就在契丹王庭的大殿之上夺过武士的铁骨朵，把虎骨当场击毙，而辽国群臣无一敢言，没人敢说话。你再说萧燕燕这位太后啊，她的作为更让宋朝人鄙视。有情人这倒也不要紧，中原的太后皇后比她风流的多的是，但是人家都做得很艺术。但是你瞅这萧燕燕吃的也太没吃相了，韩德让打马球被人撞下马来了，他立即砍了肇事者，像个小女孩似的给情人出气。之后天天的见面吧还不满足，他竟然派人呢把韩德让的妻子给毒死了，公然抢夺别人的丈夫。这玩意儿也太露骨了吧，这标准的国母临朝宠幸专权呢，在中原自要出现这种情况 90% 以上都得改朝换代啊。何况还不止这些，当年在韩德让刚刚赶到好皇宫的时候，辽国重臣耶律斜轸也到了，皇太后哭着说，母寡子弱，族属雄壮，辽防未竟奈何。那个时候他的回答是，信任臣等何虑之有。是啊，真的也很信任他，他和耶律休哥一南一北把持辽国军政大权，在宠幸用事之上再来了个权臣当道，也真是雪上加霜。你说辽国还想不灭亡啊？这些个情况每天呢都在宋朝君臣严密的监视和分析之中。现在时间已经过去4年了，终于可以肯定了，当年抓到的绝对是一把必胜的好牌，那还等什么打呗。公元986年正月，宋朝边镇雄州知州贺令图啊、越州刺史贺怀甫以及文师子薛继昭和这个军器库使刘文玉啊，还有呢崇义副使这个后母陈利用啊等人呢，相继上表请求立即北伐，重夺燕云十六州。赵光义呢同意了，几乎就在一周之内，北伐的命令就传遍全国，军队迅速动员，宋境所有军州精锐的将官们都开始向开封靠拢了。到正月21日，时间仅仅过去了半个月，北伐大军就完成了集结。宋朝皇的赵光义命令兵分三路，立即启程进讨契丹。东路军命天平军节度使曹彬为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路都部署，河阳三城节度使崔延进为副，内客省使郭守文为都监，部下有名将傅潜、李延斌、马正、卢汉云、杨崇进、范廷照、李继龙、薛继昭、史圭，还有这个刘知信呢，傅延寿啊，还有贺令图等等。另派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张化军节度使米信为幽州西北道行营马步军都部署，汾州观察使杜彦圭为副，用豫州观察使呢这个赵彦布呢，还有这个指挥使张绍，还有引进副使董苑为都监，部下有你想蔡玉了、韩彦青了、窦辉了，还有曹美了等等。曹彬部与米信部啊
同出雄州，直取新城，就是今天河北新城东南，还有涿州，今天河北涿州。再就是中路军，同在21号，赵光义命侍卫步军多指挥使靖难军节度使田崇进为定州路行营马步军都部署，让他来当这个都部署。右卫大将军吴元甫、新上河门使袁继忠为都监，部下有高琼、张成衍、安德作。中路军自定州北上，出飞虎口攻辽，就是今天河北涞源这个地方。还有西路军24号命中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硕株洲行营马步军都部署，云州观察使杨业为副，西上河门使王申以及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玉为都监，出雁门关直取辽境云州，今天山西大同，与中路田崇进会合，然后挥兵东进，从北面会攻幽州。从这个安排上来看啊，宋朝已经是集结了所有老中青三代将官，从曹彬、潘美等等开国第一代宿将，到李继龙啊、傅潜呢、等等新一代主战名将，再到刚刚冒生的王申呢，还有这刘文玉啊，甚至还有降将杨业啊，这已经是毫无保留精锐进出了。而且三路大军仅曹彬和闵信的东路军兵力就达到了20万，全军总数是30万以上，这已经是自上次幽燕之败以后啊，近七年以来休养生息不断储备的全部家底了。再加上为31万大军所提供的粮草、军械等物，宋朝已经是全民备战，胜负之间已经不是战斗的本身，而是国家元气的溃营了。为备正事，当年宋太宗皇帝啊，诏谕幽州北境汉人，诏曰啊，朕敌营警命光宅中枢，右属全无尽在提封之内，东建西北显归富裕之中，全此北燕之地本为中国之民，晋汉以来容夷窃据，待今不复吹50年。今遣行营前军都总管曹彬、副总管崔延进等推封直进，镇旅长驱，朕当蓄御戎车亲临寇境，禁止西楼之地尽焚老上之庭，凡在众数当体振怀。天佑中华呀，让这一战胜利吧。临行前，皇帝把三路主帅召集在一起，下达了这次北伐的最高军事机密，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兵团协同作战，分主次攻击，目的呢是要把辽国人牢牢地锁死在燕云十六州之间，让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被一刀一刀砍成碎片，却偏偏一动不敢动。具体情况需要说明一下两个概念，哪两个概念呢？就是这个山前和山后。说山前山后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呢？燕云十六州啊，是以太行山为界，太行山北之东南方的潭、顺、济、幽、涿、墨、营诸州呢，称为山前七州；太行山西北的如、归、新、武、云、朔、环、应、代这些州呢，是山后九州，前七后九，一共16州。地理不同，攻守的难易也就天差地别。大兵团千里奔袭协调决战，这里边的讲究太大了。赵光义深思熟虑给辽国人下了一大圈套，攻击的重点呢永远都是在幽州，但是要吸取上一次北伐时的教训，不能再蛮干直取幽州了，要把他孤立，在攻击他之前先把其余15州都拿下来，这样辽国人还能搞出什么花样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赵光义命令先以最强的一部兵马正面直对幽州，大张旗鼓，要让整个辽国都知道幽州时刻在巨大的威胁之下。但是威胁是威胁啊，不打一定要持重缓行，慢慢的走，把辽军的主力部队牢牢的盯在幽州城里。而与此同时，令两路大军直奔山后九州，全力以赴把幽州的外翼全部拆除。这期间辽国人注定要顾此失彼，但是他们无论怎样都不敢置辽国南京重镇幽州于不顾，先去救援边缘的城镇，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样等到山后九州完全沦陷了，辽国人接下来的命运就是被迫和已经会合的宋朝三路大军在幽州城下进行大兵团主力决战了。
那时候以宋军连胜的势头，辽国人马一定是惊慌失措，接战必败。计划定好了，分兵派将更加大有讲究。潘美封地，用他攻城略地，山后九州由他和田崇进随意攻击。曹彬稳重，让他独当一面，承受最大的任务。他所领的东路军正对着辽国最强的第一军事人物耶律休哥，两强对决，唯恐他战力不够，还给他配备了米信，更妙的是之前还把他贬了官了，哎，把他饿着才能真正的出力干活。就这样，赵光义还派出使臣过海联络高丽，约其呢夹攻契丹，并且不管高丽是什么反应，宋军的水师已经在渤海湾里集结了，随时都会入海，在辽国内呢登陆，袭击辽军的后方。这个安排呢真是细之又细，慎之又慎，赵光义不敢说已经算无一策，但至少已经是殚精竭虑，全力以赴了。宋军在公元986年3月攻入辽境，3月初5日战争在东路率先打响，宋军第一主将曹彬呢锐不可当，当天就攻破了固安，紧接着毫不停顿迅速进兵，在13日攻破了辽国边境重镇涿州，并且全歼其守军，燕云16州，这可已经拿下一州了。曹彬部面对前方巨大的开阔地，突然收住脚步，给予命令，他们必须慢一些，于是近10万人的庞大军团进驻涿州，一边按原计划震慑远方的幽州，一边等待其他两路友军的战况。中路军和西路军同时在3月初9日展开攻势。中路田崇进自定州沿今天河北唐河呢河谷北上，初9日到达太行八行当中的飞狐行的北端口。这个时候辽国冀州康州的守军呢已经闻讯赶到，田崇进在飞狐行呢之外与辽军野战，一战全胜，辽国援军是全军覆没，宋军趁势进攻飞狐行，到23日辽飞狐守将投降，田崇进挥军急进，28日辽灵丘，就是今天山西灵丘投降。4月17宋军攻至豫州，就是今天山西豫县当天攻城，当天城破，已经攻入了这个辽国山后九州的腹地了。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形势一片大好啊，宋朝边境民风强悍呢，边门自己组织起来的这个部队就已经相当的厉害了啊，这个部队也开始来攻击辽军，他们趁夜杀入辽国兵营，天亮的时候提着辽兵的首级到军前请功。远在开封的赵光义大喜，专程下诏，有能应接王室纠合土旅，是平资天讨，学此世仇者，获牲口赏钱5000，得首级者3000，马上获牲口就是抓活的马上等10000中7000，下5000，平幽州后愿在军者忧与存禄，愿归农者给付3年。此令一出，那宋朝边民从者如云，宋军的实力不是30万的问题那更加高涨了。但是最强的攻势还是潘美的西路军。3月初9日，潘美杨业在环州，今天山西朔县东北方与在这个环州城下与辽军接战了。以潘杨之威，潘美和杨业辽军是溃不成军，宋军迅速攻城，当天就攻下了环州。13日辽朔州守将投降，19日辽应州守将投降，进入4月宋军攻至辽重镇云州，辽军坚守顽抗，宋军强攻到13日云州攻陷。自此西路军势如破竹，连战连捷，燕云山后九州已得其四。这个时候战争已经进行了近45天，山后战局完全在宋军的掌控之中，可是在山前曹彬出事了。怎么回事呢？开战之初赵光义的所有作战意图都得以完美实现，尤其是在山前战区，曹彬部8天就实现了整个战役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攻占涿州，完成了对幽州的威慑。你看一下涿州到底在哪儿，就是现在河北省涿州市，他离现在的北京天安门只有120公里，曹彬只用8天就和耶律休哥呼吸相闻，这样的速度，这样的距离，真的达到了完美无缺的威慑效果。宋辽两军的主力军团随时都会血溅疆场，你死我活，决战一触即发。耶律休哥的处境要比上次宋军北伐时恶劣1万倍，所受的压力是难以想象的。7年前那个时候至少还有辽国为了援助北汉而派出的增援部队，可这个时候他只有南苑一部之兵，却要抗衡整个宋朝的庆国之力，怎么办？
形势比人强，他只能如赵光义所料，被曹彬牢牢地压制在幽州城里，一动都不敢动。山后九州得了，想都不敢想，完全放弃。即便说潘美田崇进去为所欲为，他也不敢有所动作，他所能做的就是祈祷，一边盼着他的萧太后在大后方尽快地集结辽国精兵来救他的急，一方面的祈祷宋军能犯个错。但是谈何容易啊，那对手是谁？曹彬呢，大名鼎鼎啊，名副盛誉，在整个东亚包括高丽都无人不知宋朝第一军人曹彬。犯错，他这提防着曹彬，说不得哪天就突然启动120里的距离一骂平川，俩人当天就能见着面啊。不过谁能想象，此前锋锐绝伦而且老辣沉稳的曹彬，他居然真的就犯了错了，而且是这样的小儿科，怎么回事啊？曹彬部在3月13日进驻涿州，可是只坚持了十多天突然后撤。耶律休哥的反应不是松弛而是惊异，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过分紧张出了幻觉了，他真做到了吗？啊，他竟然把曹彬的粮道给接了。他本来像应景一样说，那咱不能不做反应啊，是不是啊，打一打吧，那咱们就打一打吧，就这么着派出了少量的骑兵在华北大平原上机动游弋啊，白天躲在林子里边打着野伏，哎，晚上呢这才出去找机会偷袭宋军的边缘部队截粮道。截粮道只是他出于战争本能的功课，没想到哎他就成功了。而曹彬身为沙场宿将，坐拥十余万精兵，居然就把粮道给丢了。古今无数战役失粮道者必败，少吃一顿饭精兵就不是精兵了。曹彬千不情万不愿，但总不能坐等着饿死吧。当机立断，曹彬趁全军战力未衰，立即迅速后撤，在四月初返回到国境之内的雄州。这一下子幽州警报彻底解除，整个战局可就走了样了。消息传回开封，赵光义大惊失色呀，北路突然间空了，压力完全向山后九州的西路军倾斜，这等于是白送给辽国人各个击破的机会啊。但是不能急，赵光义很快镇静下来，他发出的命令非常理智，他没有严令曹彬火速进兵把战况复原，而是派出信使告诫曹彬千万别再急着进兵了，你马上沿着白沟河啊，就是拒马河，是由西向东流入渤海，当年宋辽两国的界河，马上沿着白沟河向米信部靠拢，东路两军合而为一，养兵蓄锐，保持对幽州的压力，为西路军继续张弛。等潘妹等人完全攻下了山后九州，再先于中路的田崇进会师，然后才向幽州运动，按原计划在幽州城下与辽军决战。这是当时啊最稳妥的应变了，你想想看还有更好的办法吗？当然你可以说这是系统崩盘了，却不想重装，只想着打补丁救急，完全是不知变通，连兵无常事水无常形必须随境变的常识都不懂吗？可是如果你换个新方案，哪怕好上一万倍，但是你怎样通知散布在整个燕云十六州之间的三路呢？不是，实际上现在是四路啊，曹米两部还没有会合呀，大军及时通畅的配合现在是不可能的，他没有微信啊，他没有电话，飞马飞鸽传书，还是宋朝有很多奇特功能的人啊，部队里都有戴宗日行千里啊，能心灵互动传递信息的那种高人也有，不可能。所以只能是这样，但是怕什么来什么，从此以后一个个突发事件让赵光义和曹彬措手不及。首先乱的出在自己家兵营里边，曹彬部下的骄兵悍将们在帅帐里边消成一片，哎呀这个吵啊，他们拒不执行命令，向主帅质问为什么要向闽信靠拢啊？为什么我们要给西路军打杂，我们是主力一直在胜利，现在却要本末倒置，这是耻辱，绝不能接受，我们要出战。去宁气氛怎么办，是硬生生的压下去，还是珍惜这份士气马上进兵啊？这一年曹彬刚满55岁，从军整整21年，正是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时候，现在整个幽燕战局的胜负点都压在他的身上，想要胜利他就必须得做出适当的决定，最起码他得能指挥如意，让部下们乖乖听命令，可是他竟然向部下们屈服了。宽厚的爱兵如子的仁慈的曹彬，在众意难为的情况下选择了违抗皇命，带足了50天的粮草，然后全军北渡拒马河，重新进入辽境，再次向涿州进攻。那么这一次
曹彬是否能够如之前一样的顺利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各位，你想跟大禹交流吗？你想跟大禹辩论吗？你想给大禹指出错误吗？你想骂那孙子吗？来微信吧，微信搜索订阅号大禹茶馆，哎，就能实现了。记住啊，禹是宇宙的禹。